我在讲，真的，如果今天是有人物的话，对，我们自己队友，我们都来画睫毛。我是很粗犷的，好，所以胡子的有，所以我画画或是我的作者回答都是很猛的，很猛的。我很瘦，速度，你，我觉得你是对我心中对我来说，你就是一个偶像，偶像，一个团体，闪亮感，然后比较稳重，稳重，对，中规中矩，对，粗犷，你就是心碎的，你就是失败的，有失败的，失败的，对，心碎的。我觉得每个人，甚至连敌方队伍，我觉得也蛮明显，因为我们刚刚有讨论到，我们如果画人物的话，眼睛都要画眼睫毛，所以我刚看了我跟清月还有宗哥的，我们的眼睫毛都有画得很明显，我们全部一样。没关系，因为累积分数的。好，分数是累积。好，欢迎第一号门出场，霸飞。哎呦，真的好厉害啊，你们两个。又停又对，真的。好，一起来看看三号门出场。清月，真的哎。四五比较不确定。四号请出场。四五比较不确定。周雨天呢？周雨天很准啊。对对啊，对啊，对。五号请出场。太可怕了，哎，这两位小队长真的全对哎，全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没有，因为我觉得那个佑廷就是漫画人，他弟弟也在画漫画，我就讲说他应该是画家。然后我觉得他会画画，因为我们这边都不会有画画的。对，对，你们这个不用拿笔的，要拿唇膏、唇印啊，看看是谁的。唇印在哪里？唇膏。我觉得我刚刚唇印盖的还不错，看到没有？来，看一下。这个，这个人一定很天呐，我觉得。好 idol 哦，他这个唇印印的好哎，超 gay 掰的唇印，这个人，这个男的我一定要出来要揍他，gay 掰男，对，而我揍到自己队员怎么办？我一样揍，一样揍是不是？对，达哥的唇印应该是蛮漂亮的，大飞。K 啊嘘，哎呦 K 啊嘘，哎呦厉害，先冲对一个。好，自己二号没有猜对，对，昆达，昆达，雨天，二号请出场。Yes， 好，哎，两位有拼哦，1-1哦，三号又都没猜对我啊。结果是大飞，是大飞，哇，大家都猜你 ，Why？ 好。来，再来是五号出场，达哥啊，达哥啊，五号是达哥啊，真假的？不是吧？那你对，又对一个，我没有达哥，我就挂了。gay 掰的唇印，这个人，这个男的，我一定要出来要揍他。大哥，刚刚谁说要揍你？对啊，他说你 gay 掰的，gay 掰怎么了吗？然后还说你这么漂亮，什么偶像的嘴？不是，我不是偶像吗？是，我以为你猜到这个，我就想六号中了，哎，庆月，哦，哎，你中两个，中两个，哇 ，Kid 跟庆月，好，六号出场，庆月 ，Yes。好，我们这一关卡要做的是什么呢？苹果咬一口。我希望前局哦。好，不是180分。一号是谁？小钟哥。OK。五一号是佑廷。佑廷，然后小钟哥杰，然后这个达哥雨天，然后第六号 Kid， 两位六号都是 Kid， 一号门请出场。小钟哥，应该小钟没有。小钟哥，黑的，玩黑的衣服。哎呀，我厉害！哎，但是是黄队答对的。第二个谁？雨天。小钟，那你我们不对了。我不对了。二号门请出场，周雨天。哇，你如果连这个都答对，那太厉害了吧？厉害了吧？哎，有吗？哎，
Yes。三号门，小杰，请出场。噔，有猜对吗？Yes， 猜对了。哇！嘿，他谢哥超屌，他欠他三个都答对啊。第四个那看你的答案。严又廷。四号门，请开门。严又廷。我都忘了，是谁哎？严又廷，超屌。答对，答对。Yes， 好。五号，请出场。Yes。好，六号就是 K 了，请出场。我们中三，就这边中两个，中三个，中三个，我们三个，按你中一二三四个，四个。但其实我这个摇法其实是要故意让两队都猜不到的摇法。就是我都不要让两队都得分。普通摇法，就反而我们就不会出了。我猜到了，你厉害，厉害。你看得出来这是我的，看得出来，这个有细长。我们三，你们三个是我努力的在。哦，这讲，可是这细长，我一开始咬，我想说完了。哦，因为他的没有，他跟别人比，他最细。你已经猜对全部四个人，我就觉得很棒。对，觉得我们。已经在快结束这个录影的之前，我们好像有找到一些默契。对，有。对，所以我们现在接下来几关，我们要更加厉害，杀下去，杀下去，好不好？杀下去。